大家好，我们是缓降机哦。有些朋友问我们说，为什么是取缓降而不是缓升？就其实我们当初取这团名的时候，只是为了想要表达一下台湾的经济社会现况。对啊，至于为什么是降而不是升哦，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去问一下政府啊。啊，我当然希望就是两年之后我们可以改名叫直升机啊。然后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唱的这首歌叫《职业游民》。这首歌写的什么意思呢？它是要描述那些就是领22K， 然后那些派遣员工们，因为他们虽然空有职业哦，但是他们的工作其实没有未来性。然后他们非常努力殷勤的工作，可是他们的工作没办法给他们给到方向，所以他们其实生活很彷徨无助，像游民一样，这其实是很无奈的事情，对啊。然后我们这次是用就是蓝调摇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这样的事情的愤怒，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可以给那些在生活边缘挣扎的困苦劳工们多一点关爱还有关怀。谢谢，谢谢。好，谢谢，职业游民。可是可有可无的工作之间去寻，早出晚归22K，却总有做不完的无聊事情。为何如此无趣？我们如蝼蚁一群。看大街上的我们，苦闷而缺乏灵魂。看压榨的我们，在边缘挣扎为了生存。看那豪宅里的他们，无情而不闻不问。看最无能的他们，吃香喝辣统治我们。操，我们有什么用？累还不是也有穷？我们的后裔犯了什么错？
非常感谢你们大驾光临，我职业游民，带着有些话想向你们说明。我勤奋，我硬气，我努力，但是成果永远不会给我。我相信，我沮丧，愤怒，但是有些真的在乎我。哦，所以拜托你们帮帮我，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啊，才能有平等美好的你的生活。哦哦哦，拜托教教我，行行好啊，行行好，行行好，哦行行好，哦行行好，拜托拜托，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灵魂，看被压榨的我们，在边缘挣扎为了生存。看啊，好在你的他们，无情而不闻不问。看这无能的他们，市场和他统治我们。无限期支持台湾游民，无限期支持台湾劳工，谢谢谢谢。